当申玉斌和孙颖莎合完影，激动到尖叫，把莎莎都吓了一跳。同为韩国名将，田智熙遇到年龄更小的莎莎，变成小迷妹撒娇。在颁奖仪式上，田智熙更是抓着莎莎的手不放，导致莎莎都掉队了。当早田希娜邀请孙颖莎合力，莎莎大方答应，即使只是训练也把早田打到汗流浃背。孙颖莎如此认真，让早田大为感激，连连弯腰点头表示感谢。当迪亚兹遇到孙颖莎，骤然从赛场上的小钢炮变成小甜妹，一直黏着莎莎要抱抱贴贴。孙颖莎的男友利拉曼，当莎莎娇起抓石子，迪亚兹更是开心坏了。迪亚兹和孙颖莎呼叫语言充满欢乐，牛气冲天，牛气冲天。你怎么学这么快？ Teacher 迪亚兹 from Puerto Rico、这就是世界第一孙颖莎，除了高超的球技还拥有高情商，征服了许多外国运动员。